少年不知微胖好，错把猪肝当成宝。看到脸，台湾粉丝大概就都认识了。但还是为不认识他的粉丝简单介绍一下。这个正妹叫谢薇安，1994年出生于台湾。虽然才27岁，已经两个孩子的妈妈了。她名叫谢薇安，来自台湾，身高1米63。她虽然已经有了两个宝宝，粉丝们倒不介意。父母在她两岁时就失婚了。随后她和妈妈去了加拿大，八岁回到台湾。16岁时与28岁阿贝结婚，19岁就怀孕了。2019年开始成为 IG 网红。因为身材好，一年涨粉500万，可惜很快被封号了。原因不得而知。她火速新开账号，又迅速累计50万粉丝了。看来身材好就是王道。看住她汹涌澎湃的样子，就知道未来事业肯定大好。从头再来，重新出发的斗志还是很让人钦佩的。她现在有两个孩子，但绝对没有让孩子饿着。她可以一天产3000cc 的母乳。这样的好身材健身女生，你能不爱吗？